按下去，开始 play 点名。我没到的是谁？我巧是克版，啊，我又在是。开那个什么神，那个要怎么把它变成马赛克的呀？右上角齿轮，然后有直播组模式打开，好吧，我们是直播组。我比较低调。今天2020模组回来喽，大家。好模喂。组，今天有哈基，有我，有莫奈，有维尼，有米米里，有杜比，有巴巴，有克板，还有两个还奇怪的有，特别来宾，白银跟尼皮。差死了！克板慢慢挤，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的模组哦。有开第三方小丑，小丑就是他没有任务，对，然后可以拍桌，但小丑主要就是他只要被票出局，小丑就会获胜。所以如果你是小丑，就要想办法让大家投票投你就没问题。OK，那我们的内鬼是百变怪跟魔术师，百变怪就像官方一样是可以变身的，只是他的变身必须要摸一下对方一把。摸对方的 DNA，你就可以去变成对方。那对方是不会有感觉的，不会知道的，可以放心的摸。魔术师就是短暂的时间让大家变成小灰人，ID 也会隐蔽，这就是很好去刀人的时刻。OK，那好人的部分呢，我们是点灯人，就是你的视野会变成灯，滑鼠指向哪就可以看向哪里。追踪者是你可以选择一个玩家追踪他的位置，他就会每3秒会告诉你他现在的位置在哪里。他移动的过程那个指标是不会改变的哦，他只是那个3秒扫到的那个位置。OK，那最后还有通灵师，就是只要有人倒被刀的拍桌的隔天，他刀的地方，他的鸡腿的地方会留下灵魂，你就可以来去询问他问题，在会议的期间你就可以知道答案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还有那个一个迷你啊，迷你有可能是好人，也有可能是坏人，他就是长得很小，进去看了就知道，没问题吗？都懂喽，可以，好，应该好，那就让我们反直正就接知道，试看看哦，先来一个完了简就单的知地道，图，票了泥皮就知道，票，拜拜，关麦。我是大好人，我是大好人。10个人里面有6个有职业，而我是船员。哈记，哈记怎么掉了？还好吗？游戏开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啊，也有人掉吗？我那你们没先一场，呢，我我们先活一场，着。我们先一场，好，我们讨论。好的。那在我们讨论途中，巴巴就倒了，非常的好。爸爸不见了，啊，变爸爸哈大侠记不见哦，维维维哈维记尼要维维见。尼拍桌，维尼说，哦，我，你在哪里看到的？就在桌子旁边。餐厅桌子旁，对。他连动都没动就倒下。啊，对，我一回来，丢脸哦！我眼神一好回丢来，脸他就哦！掉了。谁说很丢脸的？对不起。杜比说得好，好丢脸哦，爸爸，好丢脸哦。哈基是掉线了，所以他也会没了。有没有线索？维尼在那里，还有看到谁？因为他好像刚好变身，所以所有人都是哦，爸对爸。哦，所以小灰人，是刚刚最自后杀小是灰吗？人，对，应该是那个黑黑的吧，灰灰的。谁刚刚还在中间？米米你在哪？一堆人妹妹也在中间，但我还但你是在迷敲你，我对，的。你是慢对，慢长大。孟娜在哪里？我在左边，我正在往左边走那个你还有路看到上。谁？第一个走的是谁？我忘记我前面有一个人。左边那杜比有是走，我吧？杜比走哪？我左在边。反应炉，所以是我。所以泥有一个皮。前面是杜比，你也哦，我还在桌子旁边，白我银。听到有人掉线了。我也在桌子旁，克可是我在白。
点的位置。我走在你后面，我们都是往右走的。那没错，那就是泥皮跟白鹰二选一。没有，不是我，一定是他，他每次都是狼，一定是他。不是我，泥皮是泥皮太快踩的了，就是你，是泥皮，就是他。泥皮，你觉得为什么要投他？我们还有15秒，你们各说一句。泥皮先。因为他很有狼运。好，泥皮，那个白鹰说什么？他骗人。二选一，二选一，就是他们啦。二选一吗？谁是泥皮，谁是白鹰？泥皮皮哦，白鹰是那个舒尼阿雅。舒尼阿雅。我知道我们在拍桌把那个舒尼阿雅给票了。不是，OK， 好，天哪，也把他票掉。关麦，关麦。两个一起票啊，啰嗦，烦死了。但维尼感觉人蛮好的，维尼今天的感觉是 good good。为了让哈基能够早日回来，我们就把那个白鹰也跟着去找泥皮吧。好，泥皮很想你。好的，刚也忘了问你们两个有没有职业啊？对耶，怎样？白鹰有职业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 ，OK， 票你。哇！你的职业是那个啊，票签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一人一票送给你。哦，这个欢乐的游戏呢？那我们一次的会议没喽，接下来只能拍鸡腿喽，乖乖。哎，还有吗？完了，我觉得最后一个应该是孟娜了，太演了，太演了。他们很明显是二出一啊，二出一之后怎么还会还有？除非哈基是那个狼啊，对啊。但哈基如果是狼的话，我觉得他会去说，而不会是说啊，那你们继续没关系。因为如果是少一狼的话，那是影响到游戏的。少一个好人还可以，对，就当作被刀，对。所以孟娜要嘛小丑要嘛狼，还在变身。所以刚刚我们票的是变形者，变形者。好，名侦探阿乔能够做出多少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第一局瞬间一二三四，十个人里面少了四个，还剩六个，刀一个，一二三，他还有两三刀的事情要做啊，所以还好。哦，刻板弄这里，我去弄那边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其他人，都比的位置，他先走。都比可能还灰的，孟娜，直接识破，太明显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迷你，快来看啊！啊，我应该要回去找那个秘密里，但秘密里可能知道，秘密里说不定知道。小丑都比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阿乔在右边，他在右边氧气室那里。刚刚应该是解完之后，然后往那个武器室那边走，然后就倒在那里了。因为刚刚大家不是去解氧气室吗？然后解完之后突然变成一坨灰灰的，大家都就是看不到颜色了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看不到颜色，看起来也没什么事，我就往氧气室去解任务。解完后一走回来，武器室就看到巧克力倒在那里了。哦。那各位，你们现在在哪里呀？哇，我现在猜你，我在猜你有看到人，可是我不确定那个是谁，我不记得那颜色，好像是谁？我快说，我不记得。可是我刚刚跟都比在中间分开的，在护盾是那里，我跟都比分开，因为那时候明明你往上走，我跟都比往右，对，然后我到武器室的时候。已经解掉，就经过武器室那个时候已经解掉任务，阿乔还是活着的。对啊，阿乔，我刚刚还有看到他。阿乔刚刚是活着，刚才经过他是活着的。看 VOD 的话，米米应该没看到。反正我可能要跟米米一起下去。我是迷你耶，他是迷你啊，他是迷你。哎，迷你，迷你，迷你有可能是跳吧？
可是米米可以是坏人呢、欸。哦，是啊，哈，米米可以是，嗯，啊，感觉不是，感觉就不是了。他说是啊，这感觉好像不是。我觉得很尴尬，原来可能是吗？我在管理室。管理室。那维尼呢？我好像有看到维尼在右边导航室哎、欸。哈，我在管理室呢。欸、我刚刚是管理室、欸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从储藏室然后到管理室的时候，我看到巧克力走出来，然后储藏室到那时候还有氧气，那时候还有氧气的危机。他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。可是，巧克力应该是在右边的氧气室呢。可是管理室他有出来呢。对啊，嗯，巧克力有从管理室走出来，没错，对啊，没错。为什么？在演票他，票他。太遗憾了，爸爸也是啊，笑死。嗯，哇，第一个倒就像他，笑死，第一个倒还不动啊，哈。还不动啊！我在做任务了。哦、你在做梦。我在做梦，做我的春秋大梦哦。直接就倒下啊！结果倒你。我不是第一个倒的。你是啊。我不是。你是啊。哈基先的。哈基不是倒啊，哈基是对，哈基是消失啊。我连职业都没看到，对啊，不见了。你少在这里，但结果。我刚刚想说。哎、欸，哈基不在，是不是要安排重新拿来之类的？我就站在原地没动，然后我就被舔了。他心狠手辣的，直接在透我们的聊天中把你给刀了。我刚也是已经怀疑他了，然后一看到他我就后退，就他马上那个魔术。哎呀！米米差点看到。哎呀，你也来啦！哎呀，好可惜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没有动刀，还是在这啊？一家人可惜哟，我就觉得更怀疑你啊！我是相信的泥皮，我把它拿起来。泥皮，我是信你的，所以票失败，我就觉得再票一次。哇！我是无辜的，我挺你的，我一直都是票白赢的。来的话，你才不是无辜的。去看 VOD， 我都票他，对他不是无辜的，很坏。我要票的很开心的。我好，那我们票泥皮吧。这个狼啊，为什么？就说阿雅很有狼缘，信不信下一把他又是狼？好，下一把也票他。不会，不要。啊，泥皮，你有职业吗？我是追踪者，我什么都还没碰，我就被票了。你在被票，你都已经被断头台了，你要赶快讲啊！对，我以为大家不会在第一局的时候就票人出去。没有，很明显就是你们二选一，让你们各说一句话，你就要赶快说你是追踪者。现实是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下次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关麦上去，关麦上去。米米里找到，四人呢、欸？关键票、那個、这一定要票的。刚刚我看到，我刚刚看到杜比跟维尼啊，你们两个刚刚谁往下走啦、啊？完了，我们就是在上面，然后我们想说，我想说往下看一下。对，然后我跟杜比还在比较上面一点。是的，他你们两个在哪里？因为我刚刚要解反应炉解完之后，我往保全室那边解一个任务，然后突然大家又变成灰色看不到颜色，然后我看到你们两个应该还在走道上，其中有一个人杀了克白、欸，我不在你们那边啊，我看都我跟都比都没有那个杀人的动作，没有杀人的动作，我们两个都没有杀人，我根本没有看到是谁、欸，那就怀疑冰梗。可是我不在你们那边，一定只剩一狼哦、嗯！一定这道一定不，因为我还没到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解完了。那你在哪里？那我那时候等一下，你们先谈。Okay, 维尼跟露比有没有职业？我船员可以跳一跳。我是露比呢？船员。
怎么两个都是彩云、哎呦，杜比，杜比有机会哦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就是其中一个哎、欸。杜比有机会哦。那你想投谁？那你想投谁？我跟你票，因为我这一票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根本就没看到，我还没到，我还在医务室那边。我确认一下，刚刚到底是大家都往上走吗？你们都有看到彼此吗？有机会哦。还是有人往下走了？我往上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下，我说，嗯，这是杜比，然后往下看一下，这应该是克白跟那个米米，然后下一秒你就排除了。对。哎、欸，要投啊！这一定要投啊！是，后背是。是你的一头谁、啊？我跟你，我跟你，我跟你，我投杜比，杜比投自己。我跟你，我跟你，我跟你，对啦，杜比，哇，杜比，你自己投。